爸，我听说咱俩身后的这个门是弥勒式的重要名片呢。对，这是前王门。哦，是为了纪念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三代一品红饼商人王赤而建的。老爸呀，这王赤是何许人也呀？王赤是弥勒红旗镇人。哦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过统计，最富有排在第四位的就是王赤。哇，也是唯一一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。太棒了，真给咱中国争脸。哎，都说呀，前王门是水乡的西北入口，哎，进去就是前王码头，蜿蜒的运河将整个的商业区串联起来，运河两岸是苏式的建筑风格的商业街呢。老爸，看青山荡漾在水上，乌篷小船悠悠滑行，好不惬意呀。走吧老爸，咱进去看看吧。哎，老爸，我妈呢？哎，我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老妈在镜头后呢。走吧，一起走，一起走。好，二妈。